这个太适合我了，必须收藏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上瘾了。刚才的画面有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反手一个收藏，之后就是石灰，从此它就消失在了我的记忆中，再也想不起来它的存在了。哎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运动？不记得呀。但如果是跟你的 idol 一起运动，是不是就更有动力呢？这腹肌也太好看了吧，好想拥有啊！哎，不行，我要恢复理智，还要接着给大家录视频呢。哎，最近看了综艺节目里田径博分享了自己的 workout， 我就非常想尝试一下，因为他的身材真的是太好看了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跟着做了一周身材的变化。噔噔噔噔。现在的发型丑不丑？丑。那你要让它变漂亮吗？不要。不要啊。Lisa 的美貌不能超过你是吗？你给他挠一挠他的头。你看，你说他像流浪汉一样，漂漂亮的人吗？你不能摸。对，你摸你咋？你咋没事？随便摸。谢谢，拜拜。看一下论发型的重要性。你翻。运动的这一个星期，我觉得我也是有意外的惊喜啊。总结下来呢，我觉得他这套运动就相当于一个高强度有氧，
而且动作呢都是全身性的，设计的也比较合理，非常适合想要减脂的小伙伴去做。而且在做这个运动的这一个星期呢，我饮食上没有去特别的注意，就跟平时吃的都是一样的。运动效果这么好，我当然不能忘了与你们一起分享啊。如果想要跟练视频的姐妹呢，记得扣个一，让我们一起拥有田旧国同款腹肌。但实话实说，这套运动呢强度不小，对于新手来说想一次性跟下来呢也有点难，毕竟我们的爱豆不是吃素的，如果没有高强度的训练怎么保持好身材呢？好啦，今天的内容呢就分享到这儿，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呢，记得回复安排，满屏幕的安排安排安排。如果喜欢看的人多呢，我会考虑以后继续出这样真人测评的瘦身内容，算是开创一个新的单元，跟我做姐妹身材不掉队，我是尚雅，让我们一起瘦身变美吧，拜拜。